好，今日有咩股份可以同大家讲下呢？咁啊，呢只啦吓，俾大家即系介绍下，俾大家留意下啦。掹住平均线先，哎，系啦，冇阻留咗势啦。咁你话好靓嘅就又讲唔上好靓嘅，但系有机会咧就个反弹嘅原因咧就。試過幾次呢啲位啊，$18度佢都出現反彈。今日咧就逆市啊，今日唔係逆市，今日跟住市上升啊，有少少上升嘅勢頭咁啦。你話好靚就講唔上，但係咧就特別係咧，你哇好似有少少頭肩頂嘅狀況添啊！一個肩呢、這個頭呢、這個肩啊，呢、這個雙左肩啊嘛，雙左肩加下頭呢、這個右肩，如果頭肩頂嘅角度嚟講咧，好似有少少咁嘅款喎。所以講唔上好靚就咁解啦。不過咧，呢排嘅市係咁嘘嘘嘘，係咁落，你但係見到佢咧，呢啲位係企得穩喎，啊，連續$18企得穩，咁有機會一個反彈嘅，即係只可以當反彈，希望咧佢再彈高少少啦，博佢咧就再試一次呢個$18嘅時候咧，就再有承接啦，彈翻少少賺，即係投機性操作啦，賺誒博佢咧就彈翻上去高啲，希望彈到21，就算唔得，希望$20之上，咁咧就賺一轉咁樣啦，就係、是、呢個玩法啦。但是如果穿了$18就可能要控制風險了、啊、要止蝕了甚至乎、啊、所以就要留意住，因為為什麼可以講講，因為其實它的 PE 也不貴的、啊、現在最新的歷史 PE 就是 8.7， 預測是 8.9， 之後少少盈餘倒退，但是都叫做可以 8.9 不算貴，息率是 4.9， 現在、啊、估計是 4.5， 即是預期息率 4.5，知道有少少倒退，但係4.5都叫做有啲息，即係唔係嗰啲哇冇錢賺嘅冇息派嗰啲啊，佢唔係嗰類，咁所以咧都可以留意一下啦，啊就是、海天國際啦呢只股份啊。